Hello，你好。Hello，Hello，你你好。好。Hello，你会保稍护等我一们下，我必须保我护也你们，我直接大鹏展翅把你仨搂入怀中，给你们保护的死死的，直接开始了，姑娘。就开吗？开呀、啊，那不开等啥呢？合计什么呢？不开。精彩了，精彩了，精彩了，就你了，就你了。你看看哥的臂膀宽不宽？你看哥的肩膀硬不硬就完事儿了。你看哥行不行？我看你可以，我看你行。哎呀，你就感受一下我。天晴了，雨停了，你又觉得你行了是吧？天不晴，我更行；雨不停，谁也不灵。就说你们是什么打法？是城市钢枪找车转移，还是野点一趴？找车或者野点嘛。明白，找车找个地方一趴，是不是？对。人才呀、啊！都掏到了吧？你为什么声音那么空旷？你像在厕所。不好意思啊。不是，我家里太大了，你们别害怕。左边有两对，三对，三对。这么多人干啥去了没有？我好像看到一辆车了。没事儿，他们去拿车了，我们来拿枪干他们。OK。一个人贴脸了。有一个人贴脸了。对对对。这胆子是拿猪油泡了吧？这么大，明目张胆的贴到咱四个前面，这不挑衅吗？保他，保他。年少不知上分难。那哥就送你一张去下班飞机的邀请函。我妈说了，去死吧，宝浩，东北傻屌王。二号，我对你没有别的希望，你别让他给我补了就行，好不好？对，对，对，缠住他，四号快来，四号，对，先生，哎，危险，请做个智慧可以，牛逼，牛逼，我先救人，我先救人，我先救人，开个门，姑娘。就我的样子真迷人，我就用我的小语言，我今天我就征服他，我就征服他。我看到那个人了，我看到那个人了，我看到那个人了。在哪儿？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追他，追他，可以追。Let's go。他开车了。哪儿啊？胖子，追姑娘，带着我追。他开车了。带着我追呀，姑娘，你自己上去，你咋追呀？这玩意儿你玩懵了、啊。对不起，大哥。对不起，别去了，人家都跑出二里地了都。从小我妈就教育我，要在对的时候做出对的决断，知道吧？走，装备去吧。太成熟了，我的妈，这就是魅力男性嘛！提携一手拿捏三个女人的心，好吧？我跟你讲，姑娘，你遇到我，你们仨算是掏上了，知道吧？哥不光优秀，哥还单身。兄弟，你哪里的人呀、啊？兄弟，我是广东的。广东的，你广东的，可以跟我们说广东，你可以教我们一首广东歌吗？那当然可以了，你可以跟我学，我唱一句，你学一句好吗？那你唱一句，我跟你唱。海阔天空，海阔天空，在风雨之后，在风雨之后。这尼玛，我都忘了原唱咋唱的了。你俩别唱歌了，你俩这歌声都赶不上俺家楼下那个老头没有两门牙唱的好听都。那五音那是没有异音在歌上啊。你唱一个你最拿手的。我怕你们跟不上，我最拿手的。你的。没事，我们尽量。OK， 准备好了。OK。可以吗 ？B-box。OK。来，什么你不吃？我不吃，你干啥呢？我搁那喂你吃葡萄呢，还你不吃？你会不会唱 rap 呀？我必须的呀！我的小 rap， 我跟你说，我一抓一下子，你一下子，当时我感觉你就直接就给你害干心碎了，就给你。给我迷上了。来，真迷糊了！你这净，你姑娘，你这玩意儿，你说本不想挥洒魅力，但你净挑我会的来，让我展示，你这玩意儿怎么玩啊？你说姑娘，我这里有事，尽情展示。你想听什么黑怕？你点好吧，你点歌。哇，好有魅力，好爱啊！你真的是大家耳熟能详那快嘴。OK， 来啊 ！AKA 什么？横刀立马向天歌，一代王者下凡坡。那一梦我梦春秋，说这场战我何时休？就算仇敌变九州，我不会把这霸气丢。力压江山震八方，一笔墨写那沧桑，血流尽我遍体鳞伤，不会丢掉手中的枪。怎么样，姑娘？镇没镇住你们？这小人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打
把我迷住了，你可算把我迷得五迷六眼，手拿八千的，救命啊！打一下我呗，让我感受一下你们的魅力。哇哇，姐妹们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身材好帅，好帅，好帅啊！就是那咱讲话了，幸亏哥定力强，这不然哪个男人碰到你仨他不迷糊啊，对不对？就你哥这定力，我是跟唐僧学的，你们仨一般的言语打动不了我，知道不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你们撒个娇，我看看我心动不动，我心动了我就扇我自己嘴巴子，好，我练一下我这么多年的学艺。哥，你是这样不让哥。哎呀，我跟你跑在一起，哎呀，哎呀，这谁呀？跟你跑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坦诚，哎呦，哥哥亲哥，你要不要开心呀？我跟你跳舞啊，哥哥，哎、哥哥你想什么？哥哥给你跳个舞啊，我们围着哥哥跳舞啊，性感吗？性感吗？喜欢吗？哎呦我，好看吗？是啊，哥哥，没毛病，这小舞跳的，哎呦我，牛啊！现在我跟你说，姑娘，我现在我都不想打仗了，知道吧？你想打我们？我想跟你们仨搞下枪呢。走吧，我们换一个圈里再扭。哎，宝宝们。这个，你们仨跳，我给你仨配乐，好吧？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蹦词卡，蹦词卡，蹦词蹦词蹦词卡，蹦词卡，蹦词卡，蹦词蹦词蹦词卡，蹦词卡，蹦词卡，蹦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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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卡卡。哎呦我！真棒，真棒！来，哥哥，哥哥，你真棒，真香呀！哥哥，哥哥，你真棒，特别的棒。跟你们仨在一起，这时间过得真快呀！马上你就嘎嘎乱杀，杀二十个，然后带我们直接吃鸡 ，OK 吗？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又抽了！哎呀，这帮女人让我变得兴奋，我身上散发不明的成分，让我操作迟缓，身法变笨，我纳闷，听了他们说话就犯困，这帮敌人没有分寸，在这种时候冲过来，简直人神共愤！哥冲上去用这一电炮干的你们一蹶不振，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东北撒尿王，钢枪我最强，我是陈大白，性感的男孩。哎呀，哥哥，你好厉害！好棒啊，牛啊，好棒啊，哥哥！好棒啊，哥哥！哇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老妹儿！哎呦我！太牛！哎呦我！太牛了，太牛了！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，哥哥？哎呦我！哎呦我！哎呦我！我直接！哎呦我！哥哥在，我们肯定能。有哥哥在，我们不怕。妹妹们，来上车，哥哥带你们去圈里嘎嘎乱杀，走！哎呦我这个位置太好了，你就看你哥选这个位置，圈边居高临上，还有反斜，呀！哎，真的，我操！一命还一命，我干你不犯毛病吗？呀！他在，没有，我的，你队友干我队友，我干你不犯。哎我来了，你哥，哎呀，那过来的时候一个都没有，那把车往这一停，嘎嘎的四面八方来一堆，你这玩意儿，你打的你。临走之前看看头像吧。哦，哎呦，okay. 我早看头像啊，我早看头像早吃鸡了。